带桌游吗？哎，我知道。哎，我不知道。所以有摄影机。你为什么要发出狗的叫声？我们是因为你长得很可爱，这种快都可爱。我还要拍照片。现在撒娇。现在要去找绯红女巫们了，他们在一个咖啡厅。我看到了。看不到。嗨。好多。有些是店家招待。真的这么好？有带桌游吗？相机好吃，里面有包东西，我要疯了。你很夸张哎，好吃耶！你为什么要发出狗的叫声？我其实在录影。好美哦！哇，这一下衣服哇！还要拍照片。现在撒娇。你不要这样哦！这个房子，不要再讲话了。这房子很普通。我们到了。哇！你们为什么还没看到这娃？就他大进去。哇！房间也太大了吧！哇，三加二，这是个五个人睡，有几楼啊？哎，哇哦，这是一个房间，啊，这是一个房间 ，Room B。Oh my god！ 哎，哇，我要跑走，我要跑走，我要跑走，我们已经又住在这里了呀，我想一直住在这里。下一间进去看一下，刚好没有看。这间很清水模哦，这间比较小一点，对，但是也是一个套房的感觉，其实也蛮不错的，是完全不同风格。我们这几间，这是第四间吗？对，这个我们会离很近。可以。我们要来分房间，上面有很多双人房，我们就两个人一间，黑白翠来分谁跟谁一间。好，黑白出家的那位，那你们一间，我跟房子一间，然后我们一间，好，我们三个两。都看谁先吗？对，谁先有猜吗？就是第一个先决定自己的运气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好有默契哦！哎呀，你用对，是谁先？应该你看吧。好，先不要看，先不要看，看你们两个。那你抽。浴室是 B 哦，浴室是啊，它是 B， 好听，好听，来啊！其实我刚来。好，一二三，来。哎 ，C 是哪里呀？玉玉在这里 ，C D 在这里。对呀，都来吧。我们要去吃饭饭喽。现在是别行吗？这是别行吗？这是我们的蔬菜锅。这是另外一边的香菇酱。可以吃喽！哎，你们这奶好香，哈哈哈。